今天来参加一个免费的猛拉活动，抵达七股六孔码头。活动期间车辆很多，可搭99路公车来。堤防边单车道可以骑到台湾最西边的国盛灯塔。11点报到，配合退潮，下午1点下水。走，经过水闸门，来去挖文蛤现场。咦，六孔码头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这六个水闸门吗？走，一起下水来去猛拉。哇，又摸到了。最后整理成果，结束今天的行程。